阅读浮世绘。那十年刚好是当我选择成为母亲，那同时也在做自然教育工作者的时候，我带着孩子经过这十年当中所领略的一些台湾的一个风景。他不想让他的孩子在离开这个土地的地方生长，所以我就常常有时候跟我女儿开玩笑，就说其实你是玉山猕猴变来。周三晚间10点，精彩的对话尽在阅读浮世绘。